在场我们的师长，以及我们长青学院所有的学员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说啊，长青学院啊研习班的一个哈啊，这个成果的一个发表会。会当讲咱那里已经80年多，咱来开了17个啊研习课程，招收了快400位的一个学员。透过老师的一个教导，也让我们来每位学员都非常用心的一个学习。学习到自己想要的一些才艺，尤其以这样的改革的这个领域，能够学习到这个才艺，各当家收尾啊，咱来一寡中介大概共同做伙，好像是一个大家庭。相信你们在学习过程中，啊，交了真侪朋友，大家也当讲吼，啊，你也是朋亦师亦友，大家互相切磋的一个学习。哦，涛哥啊，你大家也当讲啊，你。你出来这个时间，咱来到咱这安尼长青学院来学一寡物件，能够会当讲是活到学到的一个精神。那尤其啊，咱来大家会当讲非常快乐，大家甲咱的安尼师长，甲咱的家己的同学，大家到底哦，既然嘛在来参与吼，啊每个班会吼，啊有一个户外的一个安旅行，那我们涛哥学习中，那又能够走向户外。大家当讲非常用心，大家吼，安大家都安这个联谊吼，啊，长存这个友谊啦吼。那真的是吼，我们这个课程买用一年、一年受到大家训练。那尤其咱公司这边嘛，一直在开的，吼，啥物课程会当搁开哦？啊，咱真侪咱电影在用者继续来学习。所以你若宝贵意见，咪在向咱公司提出，哦，公司这边嘛来做一个演绎。那刚刚有适合的课程，咱继续来推，能够吼让我们长者能够多元的一个学习，快乐的哈，在这个研习班里面哈啊来学一寡这个才艺，回到家里买咱同家人的食材来做些分享。那尤其哈，大家安尼共同来做伙来学物件，这是非常好。咱同安尼来到咱这安尼成绩学来学一些东西，那志宏在此也记住。来热烈的掌声。感谢我们的老师，为我们永不放弃啊！谢谢。